Watching these two fight is like watching an eagle against a songbird. Why do you care if it's entertaining? No matter who wins or loses, the house always makes money. That's a very reassuring thing to hear from you. That just made us a lot of money. There's two pleasant surprises in one evening. Yeah.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的比赛就更加精彩了。出场的将是外号“彼岸花”的日本美女选手梅子。 是中国选手程立明，这将是一场华丽炫目的男女对决，也是东亚顶级选手之间的较量，是一场超乎大家期待的比赛。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眼看哥就要比赛了，这阿姨到底找到人没有？我也正愁这事儿呢，还没找到。行了，大家都别分析了。瓦格纳，你和我仔细看好拳台、文稿，你就近陪着爷，外面的事只能交给阿姨他们了。都仔细点。 你知道崇立明的赔率现在跌到多少了吗？已经1赔5了。他要是赢了，你们还能赚吗？他现在赢不打紧，老百姓越看好他越支持他，给他下注才好呢。只要最后一场比赛他输掉，我们就稳赚不赔。利用民族热情赚钱，你还真是做生意的好手。 崇立明这场比赛，只怕不会赢得那么轻松。怎么了？那个日本女人阴险狡诈，手里不少小伎俩。崇立明，小心！
你说什么？他有暗器。哥，他手里有暗器。你说什么？他有暗器。啊，小心。暗器，居然有这样的手段！The match is undecided。哥，你没事吧？不是，这事裁判他不管呐。这本来就是洋人办的，当然不会管了。这比赛没法参加了，哥。崇黎明，你小心点，这个女人的阴招很多。放心吧，你家主子很关心崇黎明啊。啊？太和洋行，我说你们这群洋鬼子，卖假药，害人！我今天就要跟你们拼了！我跟你说，你是什么人？快滚！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不认识啊？站住！给我回来！怎么回事？这明明可以赢的，他为什么不下手？还没找到枪手。枪手？什么枪手？杨鬼子怕我哥赢，所以找了个枪手。如果我哥获胜了的话，下一个倒下的就是他了。那都找过了吗？后台呢？他们在找，还没找到。哥，稳住了他。Thank you.
别打了。3, 2, 1, knockout!